每天只睡半小时，戴安娜电玩打成仙。奇怪耶，戴安娜一个月前说要找我去一家很棒的宠物餐厅聊八卦，最近怎么都找不到人？我再打一次电话试试看。哈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人到底跑去哪了？哈，什么全境封锁？你居然为了打电动放我鸟，还买新的 PS4 给你女朋友两个人一起打？我到底交了什么朋友啊？打电动打到一个礼拜只睡五个小时，去中国出差还因为脸色不好被抓去挂急诊，肝指数超标3倍。刚刚念他啊，他居然还说我是在拯救纽约耶，简直是打电动打成仙，饭不吃觉也不睡。如果有网络游戏找戴安娜代言，应该很有说服力吧。